notebook 会取代 desktop。 我一定讲这个话，没有人相信我。我那个时候连英特尔都不相信我，很坚持 no no no。 他的 purpose 不是说为你自己赚钱而做，也是为了社会的需求而做，这个生意 normally speaking 会 end up 变成好生意。每一个企业家，我想现在最 anxious 最心慌最心里不安的就是说，到底他在数位化的脚步上跟得上跟不上时代。这个我们也一样。对的事情就像老狗一样咬了不放，能够带给多少价值我不再计算。我想我都没有那么片段或者那么自大说我可以创造时代，不过一个人生实在太多。